打印机的这一，我一看就是肯定知道是你的，对不对？看出来，这还能是谁的？你说这个整个这么大个律所，还有谁有这个需求？不是关键，你为什么打这么大个字体啊？不是，啊，我摁错了。你这个打出来，最起码300页，300张纸。你犯下这个错误，不销毁一下你这个愚蠢的证据吗？那我要把碎纸碎掉了，那我碎了碎了。你可以把它贴在脑门上。我觉得你应该把这个收集起来。我打了好多页呢，为什么只剩一页了？别的已经被人碎掉了吗？还是被人拿走了？可能你那个程序被人咔中间就切掉了，别人一边骂一边碎。拉个啥呢？拉个啥呢？哟，卡住了，完蛋！不会吧？怎么啦？卡住了。你不要把手伸进去。这个怎么弄啊？不要用手用啊。你们在干嘛？他要把手塞进去。对啊，我看你把手塞进去。卡住了怎么办？卡住了。卡住我教你。不别别。专业啊，专业。你看一般用碎纸机专业的意味着什么？经常打错文件。李总，我打印的中手是不是你帮我碎掉的？你怎么这么熟练？你们走了吗？走了。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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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